沈大人果然是与众不同，白日里居然千里之外跳窗而逃，这到了半夜主动翻窗而来。沈大人好有兴致啊！郡主应该清楚，沈某此番前来的用意。 拿来。妖牌。妖牌？什么妖牌？我不知道，没见过。郡主若是没见过，是怎么知道在下的姓名的？御赐之物，还请郡主赐还。 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，沈大人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搜身啊。真的没有。沈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借着搜身对本郡主不轨吗？郡主多虑了，我只是为了让郡主不能动弹，若再不交出妖牌，就莫怪在下无礼了。我是郡主，你敢？把妖牌还我，我帮你解开。